我让你给我拿张纸，听到没？哎，知道知道。我操！你还是男人吗？连这个都做不了。谁说男人一定要做这个的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做？那你告诉我你能做什么？你在家连碗都没洗过。谁说我不洗碗的？是因为我每次想要洗的时候你都已经洗完了呀。还有你看看你那化妆品桌子都快占满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地方？女生东西本来就多啊，那你每次上厕所尿在外面还不擦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这是我能控制的吗？还有每次出门你都要那么长时间，你动作能不能快一点？那你每次打游戏打到半夜影响我休息，我每天上课都迟到。哎，你还说我哈？你不也只能看些无聊的电视剧吗？Стучится в окно, плачет опять надо мной. Ночью гроза, а на утро туман. Солнце остыло совсем. Давние боли идут чередой.